杨超越，一个普通的名字，却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一个传奇。他从平凡走向不平凡，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。杨超越出生于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，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环境中成长，然而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。他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2018年杨超参加了选秀节目创造101，他的表现立刻吸引了大众的目光。他的声音或许并不完美，但他的舞蹈却充满了力量与激情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真诚和勇气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杨超越在整个节目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气，面对困难他从不退缩，勇敢地迎接挑战。通过努力、坚持和真诚，他在计划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是当之无愧的获奖者。成名之后，杨超越的发展并未停止，他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，出演了多部电影和电视电影，证明了自己的多才多艺。由于他的努力，他的演技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。在电影《西红柿百万富翁》中，杨超越饰演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角色，他的表演自然真挚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，也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无限能力。除了演戏，杨超越还唱歌、跳舞和主持，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和勇气。他的努力帮助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在娱乐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杨超越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他的天赋和勇气，还得益于他的毅力和正直。他的故事给了无数人勇气，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实现梦想。如今杨超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，他的名字已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。他的成功是一位普通女性通过不懈努力走过的一段不平凡的历程，他的故事将继续激励无数人追求梦想，走向成功。